首先一个，从墓葬形制来讲，它是雅字形的，这在汉代当时呢是顶级配置啊，是只有皇帝皇后才能用的这么一个墓葬形制。这么高，就这么个正方形，所谓往北的一个正方形。进大楼。哪里去了？哪里去了？照片或者是一个视频素材啊？哪里去？规模来讲的话，它这个连墓道算上的话，250米啊，东西250米，南北呢是140多米。墓葬规模非常大，墓室呢长度都70多米啊，这个一般的臣民呢，包括诸侯王的墓呢，也都不会超过这个规模的。